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北艺。今天最热火的两条新闻，那么一条新闻是中国韩国足球1-0，还有一条新闻就是关于黄鳝，你知道吗？把一首歌送给你们，最新出炉的一首歌《小黄鳝，我们走》，记得弹幕、点赞、转发，666。去洞口吧，感谢你们。